这雨都下两三天了，还在下雨。啊，好冷啊，冬天要来了。黄一涵近视眼，昨天晚上吃饭说的，然后今天带他去配个眼镜，好好学习，天天向上，是不是？嗯。李爱国他们还没有下来，所以你看这雨都下好几天了，一直在下雨。王一涵挺高的，他马上都有我高了，王一涵啊。我看呢，就个美女，就个美女是的，想要咱美女，美女咋的？我感觉你美女好看的呀。你喜欢哪一个？我去，戴着眼镜突然一下感觉像个小熊猫一样的，萌萌哒。你看得清楚吗？这个还没装镜片。哦，来，你们给他扯一下，得不？啊，好，可以。这肯定要扯。这没眼镜还没走路呢。啊，这肯定要扯。行，先测一下吧。啊，在这里。哇塞，眼睛。他们里面都是泡泡，是什么？原来他近视眼这么厉害，原来是我疏忽了，原来可不及格，怪我，哎，是不是？那看不见黑板怎么学？是的，是不是疏忽了？是的你早就应该带他来配眼镜了。看不见，啥东西都看不见，他也不说，还怎么学？我的小孩子他也自己也不说，因为说了没有人听，没人管，是不是？对，没人问。是的，说跟没说一样的。我也想试一下。没试吧。我看看我是不是近视。左眼啊，上，这边是右。左上下，这是左，这是下。过来吧，过来吧，你这眼睛没问题，狗眼，2.0狗眼。过来过来，别坐那里的跟人似的，很正常吗？过来过来。看你关键我想测试一下2.0嘛。行，过来，你就2.0狗眼，过来。很正常是吧？不用测2.0吗？不用测，看到1.0就可以了。是吧？这关键我2.0好像也看得清的。这吹牛逼。谢谢啊。吹大牛。你能看清楚吗？我。这不是超人吗？这超人。啊、别挡人家。在看啥呢？有没有啥不舒服的？这个好看吗？卖一个好不好看？好看，像个小熊猫一样。再换一个，换一个试试。给我看，看着我。这是方的，刚才那是圆的，是吧？一共有几款呀、啊？金的戴着就是好，紧的就是紧的，你自己喜欢哪一个，王岩？你自己先选。你自己喜欢看。你哪里喜欢一个啊？配了个眼镜，800块没了。兄弟，那个叫他万荣。这眼镜好不好看、啊，王岩？还行吧。啊？还行。这眼镜的，戴眼镜变帅了。你看，以前都说看不见黑板哈、哦，是考试不及格是不是？现在能看见黑板了，争取给我考个及格回来行不行？行吗？咱从先从及格开始，然后呢，一步一步来吧，行不行？其实我也有疏忽啊，他一直都看不见，他也不跟我讲，关键这小孩自己看不见，刚才就不学了，直接现在好好学习，回家吧，下雨了，冻死了，走。买这个。
可以摆在柜子里面特别好看，我估计那个衣服里面动一下就掉了，这个有点。我的跳绳到家了，开始全民运动，全民减肥。100个，我今晚跳了200个，满意，那个、真的。可以，你看头发跳的。贝贝，你也来跳，贝贝。我真跳了200个，还会倒跳吗？倒跳如流，人家是倒背如流，这是倒跳如流。对呀、啊，加油加油，跳完我再上啊！哎呀，哟西，菲菲，你看他这样还会跳嘞，可以哦。这个，啊，菲菲，先给这个水给小狗。菲菲，你会跳吗？累死了，累死了，累死了！全身到处热乎乎的，爽不爽？爽呆了，爽极了！要不要跟李雅姐一起运动啊？一个小胖丫头。今天家里来客人呢，来，我在。撑呐！一个，两个，三个，四个，108，109，200。变成熟的了，这个以前很厉害的哦，现在完蛋了。事业不饶人。咋了？你不是天天打篮球吗？啊？你以前不是天天打篮球吗？今天球打多了，太累了。我这兄弟有点傻逼了，一个人自娱自乐呢。我们的专业就是自己和自己玩。